羡慕。詹姆斯年收入超1亿美元，他的妻子萨瓦纳年收入也不差。詹姆斯进入联盟已经17年时间了，凭借他过人的天赋和努力，他已经成为了 NBA 的超级巨星。然而在赛场之外，詹姆斯还有强大的商业帝国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过人的商业头脑。9月14日这一天是两人的结婚纪念日，詹姆斯对感情十分专一，几乎没有传过他的绯闻。他的妻子萨瓦纳也是全职太太的代表，在家里为詹姆斯相夫教子。虽然他有全职太太的身份，并不意味着萨瓦纳就没有赚钱的能力。萨瓦纳与詹姆斯是圈中的模范夫妻，与科比瓦妮莎的爱情一样，非常的让人羡慕。两人从来没有生活中的负面消息，对外都是非常好的形象，这才让詹姆斯有了超高的人气了。有了人气和名气，詹姆斯走到哪里都是聚光灯的焦点。可怕的是，詹姆斯已经如此成功了，他都还在努力着。这个赛季想要帮助湖人再夺总冠军，如果真的实现，那詹姆斯真的就是历史第一人了。